袖怀，手里你六尘不改，且怒且悲且狂哉，是人是鬼是妖怪，不过是心有魔债，叫一声佛祖是真假借，尘缘散聚不分明难断。我要这铁棒碎我，铁棒碎我，我要这变化乱迷踪，变化乱迷踪，踏碎凌霄，放肆前来。老先生，这是什么？天道石。天道石是什么呀？为什么它有一道裂痕，又突然愈合了？想让它完全愈合吗？嗯。或许你能帮上忙。磐石，你最近怎么那么奇怪？总是背着我暗地里行事。说，你这么反常是为什么？难不成你是又有鬼主意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声东击西，趁机运走那批物资。我怕你担心，才没告诉你嘛。石妖最近十分安静，我们要不要设计激怒他，逼他出手？这石妖又不是呆子，不会轻易犯错的。朕就给他来个阳谋，逼他出手。总之，能利用的各方势力都不能放过，一定要逼石妖犯下大错，将其拿下。是。把我从天庭运回来的武器分发下去，装备起来。是。李队管，把悬空剑上的草药搬下来，让悟者道开始炼丹。是。现在天庭已经开始对付石头了，他的处境也很艰难，只有我们不断的壮大，才可以做他坚实的后盾。是。先腰不两立，现在的和平只是表象，所以只有齐来山强大了，才有机会迎他回来与天庭对抗。是。哎，圣母大人，你怎么了？圣母大人，黑魔王求见圣母大人。快把圣母大人扶进去。快快，这怎么办呢？要是让黑魔王知道圣母大人这样了，他一定会闹事的。你赶紧拦住他们呀！要去也得你去啊！你没听说过修贼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啊？你去不去？去不去？你就会动手，你个畜生，赶紧去。慢点，走，跟上。哎，吕六果！哎呦，诸位魔王，不知何事求见圣母大人啊？我们兄弟置办了很多的物资啊，要亲自交给圣母大人啊。啊，这些东西啊，你们自己呢到军务署报备一下即可。哎，是圣母大人刚从天庭回来，舟车劳顿，正在休息啊。咱们为人臣子的，怎么好在此时去打扰啊？啊，各位魔王，还是先回洞府，待圣母大人召见吧。啊，你看看这些物资如此的重要，我们兄弟这么辛苦，岂可草率行事？
还是让我们面见圣母大人吧。对，面见圣母大人。各位魔王，还是等我禀明圣母大人再做定夺，再做定夺啊！赶紧去！你是谁？小人拜见洱海真君。拜见洱海真君。洱海真君，上次的事情完全是个误会。我们兄弟特意置办了很多物资，亲自要交给圣母大人。您放心，我们绝对是对圣母大人忠心耿耿，绝没有二心呐。滚！滚！兰儿怎么了？圣母大人伤重昏迷，小人不敢擅自移动，已经派人把他送回原来的洞府。你知不知道你的病到底有多严重？如果我再来的晚些，你连命都没了。那石头与你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未婚夫。未婚夫？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就去问问那些小妖呗。还是你在想把我压在哪座山下面，好跟天地有个交代啊？那石头是你的未婚夫？在月树上连花都没有的未婚夫还真是从未见过。什么？你去看了月树？你能让普陀上仙暗地里帮石头，我就不能让人暗地里查月树吗？也许你有情，可人家不一定有意。好吧，你不想说就算了。反正你的事，我这个当哥哥的现在也管不了了。以后出了事，别自己一个人扛。这次若不是金眼鹰通知我，怕是真的来不及了。往后若有事，喊我一声就行。过几日就是母亲的忌日了，若是可以的话，你先跟我回关江口一趟。我想父亲母亲也不想咱们年年都分开祭拜吗？先回关江口，再一起去瑶山吧。其实他欠我个承诺，这就是我跟他之间的关系。他欠你什么承诺？只要我帮他突破修为，他就可以答应我任何一件事情。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承诺。他会答应你任何事情吗？这可是无底洞般的条件。我不知道。他现在的修为已经突破了吧？既然如此，你该做的已经做到了，为什么还留在奇来山呢？我不问了，你要注意身子。帮奇来山可以，别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我会在这里多留几天的，直到你的病情好转。什么事都有哥在，休息吧。五子，你顺利运回奇来山，一切安好。五年。这石妖为了逗留在天庭竟如此隐忍，看来得出重招了。元帅有何良策？此计还得陛下同意，另外还要九天门的配合。飞龙将军，你到圣尊那儿借一样法宝。巨力神，这次可能要你牺牲了，说不定还会受到严惩。元帅尽管吩咐，末将愿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
天桃园大火定是石妖所为。人生，石妖不见了。身在天庭，目无天条，敢施展妖术杀我天将！来人，石妖纵容贼人火烧天桃园，焚毁天桃树，又杀我九天门军，畏罪潜逃，罪不容恕！众将听令，捉拿石妖！是。真以为老子那么笨，等着被你们抓吗？老子忍气吞声，就是给祁来山壮大争取时间。如今时机已经成熟了，等的就是你们放这把火。想趁着大火逃走吗？老夫就助你们一把，让你们退无可退。凤玲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进了无极殿后，注意安全，照顾好自己。磐石，你一定要成功的离开这里，到祁来山去等我。别担心，我可是行者道化神境太乙金仙，这天庭众仙都不是我对手。是啊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、最聪明的磐石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家师交代了，让弟子来接风铃小姐。圣尊知道我送风铃来无极殿。回去转告你师父，风铃要少一根汗毛，天道时他就别要了。大人请放心，师父说了，等到时机合适，必然会把风铃小姐送回到您身边，保证毫发无损。那就好，去吧，他不敢拿你怎么样。磐石，你一定要小心一点。你答应过我的，有事一定会告诉我。会的，我这不把玉简都给你了吗？我走了。听说你来了，我特地过来接你的。那个人是谁啊？看他的背影，好熟悉啊。走吧。我们去无极殿吧。为了你和祁来山，我什么都不会害怕。君王何处？妾自相随。圣母大人，祁来山附近的天河军已尽数消灭。启禀圣母，天河军的重岗关云天岗已经被我拿下了。圣母大人，天河军的分支已顺利拔出。先发制人，来个措手不及，再将天河军分散，各个击破，
如今天河军在凡间的势力已经瓦解，云域天罡再无援军，迎回吴王。迎回吴王！迎回吴王！迎回吴王！太伯！迎回吴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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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样，找到老先生了吗？他为什么让我来却不肯见我呢？我听他们说你已经好久都没吃东西了，所以我特意带了些吃的过来。来，你快坐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风铃，拜在赤谷万空山北斗瑶光洞门下。北斗瑶光洞，怎么这么耳熟呢？以前我跟磐石分果子的时候都是他欺我三，不如今天这桌食物我欺你三，通通消灭，怎么样？磐石，他来自奇莱山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磐石了，所以他说的话你一定要听。那不如我们就按他说的方法，我欺你三，如何？你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你是金丝雀？你能看得出来？我欠了一个人很久之前一份很大的恩情，他叫雀儿，我欠他太多太多，必须要还。等奇莱山站稳了脚，我就会去地府查生死簿，找到他的魂魄，让他复活。好吧，我没事，我就是身体不太舒服。老先生什么都知道，可他为什么还要让我在这里见到金丝雀呢？难道老先生让我上天做仙娥，让我进无极殿，就是故意让我见到他的？菜要凉了，快点吃吧。本尊部的棋开始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着火了！快呀，快呀，快救火呀，救火啊！快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救火！来人救火！师傅，你们怎么都跑出来了？去灭火去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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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磐石大人，太白祭星，别来无恙啊！这里边有个误会，我只是个拜师的，下命令的是天母，我对你是不错的。是吗？我看这事儿就是你的主意吧。你对我这么好，好的连口饭都不给，我这要走了，怎么着也得全部都还给你，你说是吧？不！磐石大人，你听我说，我呀，我是真对的，参见赵王。我操！打得可真爽，你记住了。这笔账还没完，我随时会回来再算一次。石妖，休走！
将军，围攻云玉天岗的奇来山妖军估计有百万之众，一群乌合之众，哪里来的这么大阵仗？我们的护盾被他们大军的大炮轰出了一条裂缝，实在难以抵挡。在他们的甲板上发现蓝山圣母杨澜的踪迹。什么？奇来山的统帅竟然是杨澜？快，让天恒向陛下求援。是。传令下去，全力奋战，一定要守住云玉天岗。是。被我军拔除。传令各军维持火力，暂缓进攻。暂缓？为什么？不是应该加紧进攻吗？此战的目的是声东击西，迎回吴王，不是消灭天河军。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天帝打开九天门，派援军。谁有异议？臣等有异议。什么？攻打云玉天岗的奇来山的统领是杨澜。传朕旨意，立即派兵驰援云玉天岗，活捉杨澜。启禀陛下，万万不可。若此刻分兵驰援云玉天岗，攻打奇来山，而海神知道，他岂会坐视不理呢？若贸然出兵，必然会腹背受敌。臣以为应当先集中全力剿灭石妖，石妖一灭，妖兵必溃，杨澜独木难支，就不足为虑了。陛下，百万精锐围攻云玉天岗，云玉天岗在凡间已无援军，云玉天岗撑不住的，请陛下当下决断，立即派九天门镇守军及天庭御前诸将支援。陛下，臣恳求陛下即刻派兵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陛下，天河军占我军编制的半数，如果云雨天岗失守，那我们的大量物资将会流入石妖之手，我看还是先救援为好吧。陛下，那石妖现在就在天庭，若不先除灭之，何以分兵驰援云玉天岗呢？臣以为此事不妥。陛下，区区一个石妖不足为惧，还是救援为先。此言差矣，云玉天岗尚在九天门之外，那石妖可是在九天门之内呀。月老，你这是贪生怕死，难道我们这些仙家还怕那个石妖不成？擒贼先擒王，你懂什么？陛下，臣请陛下即刻派兵支援。陛下，那石妖的修为已达太乙金仙的巅峰之境，若是分兵云玉天岗，何来捉拿石妖呢？朕以为还是擒拿石妖为先，若擒住石妖，不信这众妖不就范。陛下圣明。通令天河军坚守云玉天岗，静候援军，不得出战。舅舅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狠心。既然六十万将士的命你可以不要，那就不要怪我杨澜心狠手辣。传令，即刻将云玉天岗夷为平地，一个不留。
听说全都是精锐，你陛下呢？陛下派兵支援了没有？没有。他们已经围困了我们半个月。 怎么忽然之间进攻如此猛烈？因为对方已经知道，陛下下旨强拿那石妖，放弃我们天河军了。放弃了我们！放弃了我们！兄弟们！ 咱们天河军宁死不降，为避免被俘受辱，这些丹药大家拿着。港在人在，军魂长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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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兄弟们，若有缘，咱们阴间再见。元帅，末将无能，怕是要先走一步了。陛下决定擒贼先擒王，放弃救援天河军了。什么？擒贼先擒王？那还来得及救天河军吗？那天河军不就完了吗？ 继续打扫战场。是是是。天府将军，贵军大势已去，降吧。 我天河军不降将，数千年了，我天河军没有出过一个降将。天府
更不能破例。杨澜，无需多言了，我还能再尊称你为澜神圣母吗？当陛下知道率领着妖族大军攻下我云域天港，灭了我天河军的是他外甥女的时候，他怎么想？他会不会后悔？后悔没有给我们天河军派援兵啊？不劳澜神圣母动手了，魔将已经服了毒丹，左右也过不了一个时辰，就让我在这大殿里坚守到最后吧。死了那么多兄弟，到阴间我也不孤单。可是为什么我还能听见他们在呐喊，他们在厮杀？我600000天河军全毁了。天府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啊？澜神圣母不信也罢，索性给天府来个痛快的。还是那句话，我天河军宁死不降。天府将军的话，杨澜自然是信的。天要灭我天河军呐！天要灭我天河军呐！陛下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完全有时间救下我天河军600000兄弟，我等护卫天庭数千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元帅，千年心血付诸东流，天父有罪，天父对不起，天父对不起你。云域天港全军覆没，烧了这里，进攻九天门。是是是，走。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们，是我害了你们，是我害你们死了。我没有抢出头，也许你们不会死，你们都不会死。我对不起你们，是我害了你们，是我害了你们。
启禀陛下，云雨天港已被攻破，天河军全军覆没。啊！这可如何是好？全军覆没？可能啊，那石妖还是没被捉到啊！回禀陛下，还没有。天恒，你冷静点。天河军军魂长存，兄弟们，天恒来了！天恒，天河军没了，你们这帮幼臣，天河军没了！陛下，天河军没了！我在门外。全力轰！是。干得好！宝塔天王飞龙大将立下战功，朕必当嘉奖。谢陛下。陛下，有功自当赏，有过必要罚。赏罚有度，才三界清明。飞龙大将擅夺圣尊的无极环，这是一过呀。只是后来他又用夺来的无极环立了功，这功还算得上是功吗？陛下，臣擅自夺了圣尊的无极环，愿领责罚。来人啊，将飞龙大将带下去，关入天牢。是。这些人终于都进天牢了，石妖，他们一个都跑不掉，都是老夫手中的棋子。
为了这盘棋，本尊是煞费苦心呐。现在也许可以闭关了。圣母大人，圣旨上说些什么？天帝让我们投降。投降？投降？那他们开出什么条件？让我们原地缴械。原地缴械？就是让我们全部投降，全部死。碟片间飞不过曾经沧海。